深夜，繁华的商业街霓虹灯还在闪烁，许多司机都在等待接活，其中不乏私家车司机。四名年轻人摇摇晃晃地走出歌厅，来到一辆私家车旁边。他们和司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乘车离去。一个多小时后，这辆车驶出永嘉县城，上了104国道，一路向南。醉酒乘车的年轻人无法确定的目的地，车辆行驶轨迹露端倪，连夜追击，设卡拦截，作案只为博大哥欢心。一线正在播出《半夜上车》。凌晨2:30，永嘉县公安局接到了一起报警。报警男子步伐踉跄，整条裤管都被鲜血浸透了。被四个男的持刀抢劫，自己车辆被劫走了。差不多1点多钟，这里腿上砍了一刀，砍了一刀就拉着我的头发正踢进去了，我这里牙齿也打掉了。来报警的王先生说，他是开黑车的，并不认识抢他车的四名男子。考虑到王先生的伤势严重，民警立即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大腿里面有一个大概20公分的口子在那流血，整个伤口是崩开的，然后就说血脉一直在流。如果就说不及时诊治的话，是可能可以危及到那个生命的。与此同时，警方迅速展开侦查，查找这四名男子的下落。经过了解，王先生是在一家歌厅楼下遇到这四名男子。当时就是 KTV 楼下嘛，人也是多的，而且他就是说开黑店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他就问去哪里啊，他那四名乘客呢就说去永嘉欧北。问他去那个永嘉欧北要多少钱，然后他说150，然后嘛四个就不肯嘛，他说100，后来最终两个人讨价还价到130，然后呢那个四个人也同意了。欧北是永嘉县的一个镇，距离县城只有不足20公里的路程。虽然这四名男子喝得满身酒气，王先生也担心会出问题，但是考虑到路程不远，价钱也不错，他还是答应了。因为在 KTV 楼下哦，夜里出来而且酒喝了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上车后，这四名男子就开始提出各种要求，王先生只能顺着乘客的意思在路上走走停停。一会儿嘛就说要小便，一会儿嘛说要吐，反正就是不停的折腾了。因为晚上的比较黑哦，然后呢这四个人呢也喝了点酒，有酒气哦，然后呢他也不敢多问我，然后就一直就把他们往永嘉欧北方向开着。一直到了永嘉欧北，这几名男子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目的地，他们解释会有朋友来接他们。他当时有点怀疑，但是这四个人呢因为喝了酒脾气也比较大，说话比较冲，他感觉也不想得罪他们，就按四名犯罪嫌疑人指的方向就走。这样子到了欧北后，就是说他就说看他在打电话的样子，然后呢跟好像是跟朋友聊天，说去哪里哪里等，哪里哪里接，变了好几个目的地哦。第一个他说在永嘉就欧北呢上背上，然后呢到了上背呢他又说往码头方向走，然后到了码头呢他又说往那个工业区这边的有个安丰路口走。最后他也就说比较不耐烦，他说你这个朋友怎么这个样子的。王先生没有料到自己一句无心的牢骚却突然激怒了这几名男子。你敢耻笑我，四个人就围上去。当时呢那个黑车司机有反抗，他就直接拿把刀砍向他的大腿。在地上求他们呢，还是上有老下有小，有7、8岁的老母亲小孩子啊。这四名男子抢走王先生身上的现金手机后劫车带着他离开现场。
他们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开，就是沿路沿着这条四九省道，往永嘉桥头镇方向开着。没过多久，集中为首的男子突然要求停车。当中一个姓李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吧，就把刀递给那个一个姓沈的犯罪嫌疑人，叫他把他杀掉。然后姓沈呢，他不敢。然后呢，他姓李的又把刀给了另一个犯罪嫌疑人，叫他杀。另一个人也不敢。因为高速桥附近就是一座山，几名男子商量后决定把王先生丢弃到山上。那就说我们把他绑到这个山上，绑到山上呢，就是对象的受害人呢，现在因为身上在流血哦，他就绑到山上呢，看他自己的运气，就是是生是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眼看车子上了山，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偏僻，王先生一直在苦苦哀求。在半腰山上找了个电线柱，然后他把受害人的皮带解下来，皮带把受害人的手捆绑在电线柱上，然后拿衣服把他的嘴巴给塞住，这样子。一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把我捆好了。他说：“生死有命，就看你的造化了。”等到这四名男子驾车逃离现场，王先生才拼命挣脱了皮带，踉踉跄跄地跑下山求救。当时是凌晨，假如说他还在这个山上面，再加上，大腿被砍了一刀，然后一直在流血。嘴巴嘛，他已经被用衣服堵住了。假如说他挣脱不开，那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第一个是劫车哦，第二个嘛故意伤害，第三个把人绑到那个山上。如果就是说，他当中几个环节，如果某一个环节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如果想差了，那就不单单就是抢劫了，那就可能就是杀人了。案情重大，警方连夜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说起这一晚的遭遇，王先生依然是惊魂未定。口音呢，他能确定不是我们温州本地人哦，是外地人，而且他们就讲的，年龄偏轻哦，大概也就是知道这些。了解了基本案情后，警方首先要判断嫌疑人的逃跑方向。捆绑的位置跟他们停车的上下也是距离比较远，但上下就是一条省道，而且车辆是很多的，根本会判断不出来是往哪个方向开着。一组就看案前的测量轨迹，一组看那个测量的案后轨迹，这样子，还有一组就是查这个视频卡口。凌晨三点，卡口抓拍信息显示，嫌疑车辆已经驶往龙湾。通过110指挥系统哦，吩咐下面的辖区的各县沿路设卡堵截哦。然后呢，我们上了高速准备往龙湾方向走的时候，他们那边提示过来，已经在温州市经济开发区境内了这辆车。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卡口的最后的视频，然后看公安监控。我们看监控有个时间差的，我们看到的，他至少是说没有离开瑞安市区这个方向。从嫌疑车辆经过几个卡口的时间点推算，他们并没有停留，而是目的性明确地朝一个方向出发。很快，在瑞安市飞云镇的卡口出现了这辆车的踪迹，只是当警方赶到飞云镇，线索又断了。在进入飞云境内以后，就已经失踪了，找不到这辆车了。如果这几个人如果抓不到的话，下一次案件就可能会出大案情。路面监控没有拍到这辆车的行踪，卡口信息也没有显示车辆离开飞云镇。他只要能外面走，用不了多少公里，他就会那个就是进入我们的系统，我们就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可能就住在这里附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换车换牌照。考虑到这几名嫌疑人是外地口音，警方更倾向于嫌疑人换车换牌照的可能。只能是通过根据车辆的特征，根据这辆荣威车的特征，然后根据这个坐在车前面的人的特征，
去判断这辆车？当时时间短，这种类型的小轿车还是不多的，然后我们就拍摄了近上百辆那个轿车吧，也就是说通过那个车辆的那种特征，还有车辆车内人员的特征，锁定了就一辆车。监控中出现的这辆车与王先生被劫车辆外观相同，只是车牌号不一样。牌照是88开头的，不是他原来被抢的车辆了。车辆的外观是一样的，而且这辆车辆的话是哪里开出来我们也没有看到，但是怀疑这辆车辆高度疑似。我们通过这个车牌电话打给那个车主，说这个车牌是不是你的，问他你牌照有没有被偷。当时受害人还是当八点钟，当受害人还在家里，他说我下楼看看，下楼看看，他爬到楼下一看，好好，他说自己的车牌没了。除此之外，经过卡口照片的比对，警方可以确定两张照片中副驾驶坐的男子应该是同一个人。背心监控下面显示出来是橙色的，就是颜色偏亮的，特征是很明显，大概穿什么衣服，大概什么形状的样貌的，然后先确定这四个人，然后再确认这辆车。锁定新的牌照后，警方发现嫌疑人驾驶着挂着假牌照的车辆继续沿104国道往南行驶，已经进入温州市最南部的苍南县境内。我们通知他设卡的时候，他们已经卡已经过了，他开过这个卡口，我们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然后我们才会去追，然后这里就永远有个时间差在这里，但是不追也不行，我们肯定要先吊住他的尾巴。确定了嫌疑人逃跑的大致方向，永嘉警方沿高速一路追击。早上8点多，嫌疑人已经过了苍南县城，进入相邻的福建省福鼎市境内。我们专案组经过研判啊，就做了大胆的假定，因为他过来一直是就是沿着19省道104国道一直过来，那可能他就是还会沿着104国道过来，肯定会通过这个浙蓉那个卡口。警方立即安排在浙蓉县设卡拦截这辆嫌疑车，然而直到上午10点，嫌疑车辆却一直没再出现。快到浙蓉县那边的有个卡口出现的时候，中间很短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任何动静。当时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临时换车牌了？按正常的逻辑，他可能老早已经过了，包括我们下一步已经叫福州那边已经设卡设起来，但是他前面的那个浙蓉县就是没过。他们在这块地方是干嘛？他们是这边的人呢，还是在这边就是说要通过其他路段逃跑？专案组开始派出几路民警对嫌疑车辆必经的104国道路段进行排查。地方我们不熟悉，他抓到哪条小路里去我们就找不到了。他那个卡口就是只要他过卡口我们肯定是对，所以说一直在刷，隔一分钟刷一下。除了国道以外，旁边的小路很多，但是都是山路，然后通知他们沿着国道县的辖区的四个派出所进行排查。侦查员一路排查到一个偏僻的村庄，村民反映了一条重大线索。村民也反映，早上刚一个小时之前就有一辆车开过来，要停在旁边。乡村人都很淳朴，然后看到陌生人过来，他都会去问：“哎，你是过来找谁呀？对吧？你们什么人啊？”都会过去查问的。问住这谁牌照的，然后他就问了一下，然后几个年轻人呢就是然后掉头就走了。时间点、车辆、人员特征都符合，村民所说的陌生人应该就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就判断他们当时就是路就是不熟，就是可能就不是这地方的人。也就是说，嫌疑人很可能是因为不熟悉道路，所以耽搁了行程。再加上从案发时间开始计算，到现在将近10个小时，嫌疑人只顾着逃窜，一夜没有合眼。我们就利用犯罪嫌疑人睡觉的时间把他赶上了，不然的话，按正常的速度，他们的速度跟我们速度一样的，是会赶不上的。这个判断让专案组成员十分振奋。抓捕的大网已经悄然张开。当时我们一确认他，
还在这段之间以后，我们就来一个瑞中卓别，就是卡口力量加强，包括这种当地的特警武警全部卡口设置起来，因为防止他们冲卡。早上10:30，这辆嫌疑车辆终于出现了，离卡口不远的位置，然后车就已经在我们设卡民警的视线之内了，然后就车就他发现冲不了就跑嘛，就车就把他停到一边，四个人往旁边的小山坡上跑，看到他跑嘛就追，然后呢当场呢就在车旁边哦就抓住了两个。没有钥匙，身上没钥匙，身上没钥匙，后来呢收到一个棒上腰上，两个嫌疑人躲在一个水沟里，就是用草覆盖隐蔽起来，一旁的没有力气了，而且当时他们很慌，好躲在那里就一动不敢动。在现场收到了劫持车辆，然后被抢的手机，然后还有现金，而且现金都是带血的。被抓获的时候，嫌疑人还以为自己遇上了交警，抓他们的理由是因为无证驾驶，他们根本没料到专案组会这么快找到他们。他感觉这个黑车租赁这个也他自己也是违法的，他可能说黑吃黑，你自己本来也是干违法的事，也有的可能不报警或者说迟疑。经过审讯，这四名嫌疑人都是同乡，年龄最大的不过23岁，最小的只有18岁，一个月前刚从老家一起来到永嘉打工。年龄最大的李某说，自己在福建认识一个老大，如果能做点大事出来，去投奔老大的时候也好趁机在他面前露个脸。他们当时杀人也不是说为什么，他当时说接下来我们要出来干大干一场，要练练胆的意思。然而真正要实施抢劫的时候，四个人都有点害怕了，因为是第一次嘛，他们心里其实很慌的，也是不敢，选择了好几个地方，下了好几次决定，最后才动手。经历过惊魂险境的王先生已经获救，车辆和财物都被追回。这四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本处于人生最应该努力的阶段，却因为错误的观念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给他人造成伤害，给社会带来危害，最终也因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家住扬州市花荡镇的阿林，因生性内向老实，过了适婚年龄还一直没娶到媳妇儿，阿林的婚事也成了家人的一块心病。开始催，后来干脆大家都不敢提了，就怕刺激老人。但是最近镇上传遍了阿林的婚讯，大家都听说他不仅找到了媳妇儿，女方还是个漂亮的大学生。不相信啊，觉得你小子怎么运气这么好啊，我自己也有点感觉像在做梦。幸福来得太突然，阿林开始风风火火地操办起自己的婚事，新房里添置了新婚用品，预定婚宴发喜帖，门上张贴了大红喜字，只是临近婚礼这一天，新娘却不见了。一见钟情还是暗藏玄机？临近婚礼，新娘不告而别，喜事变成一桩闹剧，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一线正在播出《失踪新娘》。操心了多年的婚事眼看就要成了，却在临近婚礼的前一天泡汤了，这样的心理落差让阿林一时无法接受，他开始不停地拨打准新娘小珍的手机号码，却一直无人接听。
就是喜帖也发了，亲戚朋友也都知道了，结果这个新娘跑了，说出去也太丢人了。因为婚事告吹，阿林想通过媒人阿秀找到小镇一家，希望能协商要回彩礼，但是对方总是含糊其辞，绝口不提还钱的事情。无奈之下，阿林只能报警求助。这群众就反映嘛，这个他们找人介绍对象，但是呢，这个对象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失去联系了。阿林告诉民警，几个月前家人还在为他的婚事问题张罗着让他四处相亲。说来也巧，在花荡有一个外地媳妇叫阿秀，多年前阿秀经人介绍从安徽凤阳嫁到了江都。在和别人的聊天中，他经常有意无意地说起家乡凤阳有很多适龄的女孩，因为本地太穷，都很愿意嫁到外地，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上合适的。很快，阿林一家就找到了阿秀，希望他能在家乡帮忙张罗找一个合适的女孩。阿秀满口答应。没过多久，阿秀就给他们带来了好消息，凤阳那边正好有个媒人能牵线合适的姑娘，如果愿意，他可以安排阿林一家到凤阳去看看。肯定也要去的呀，阿秀也嫁过来也是很多年了，他说介绍的，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在凤阳的一家饭店里，阿林见到了阿秀所说的姑娘。姑娘被当地的媒人老方和妈妈一起带过来的，自称叫小珍，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长相颇为清秀。阿林一见十分满意。在媒人的示意下，两人还单独出去走了走。回来后，小珍娇羞地表示阿林人很不错，她愿意和他相处看看。都是很满意啊，感觉他也是同意的。见两个年轻人互相看对了眼，双方的长辈便开始商量后续事宜。小珍的妈妈说，在他们凤阳有个风俗，两个人要相处前必须先定亲，否则便是有伤风化。在相亲的过程中，以安徽当地的风俗，要先付给对方一定的彩礼钱，包括需要买什么订婚包，包里面还要放订婚钱，这个订婚钱放的越多越好，这个婚姻才能持久。按照当地婚俗惯例，如果后来小珍不愿意和阿林结婚，这笔彩礼钱便全额退还。但如果是阿林最终悔婚，这些钱就要作为女孩的精神损失费，不再退还了。想想也是应该的，娶媳妇儿肯定是要用钱的，就算讨个彩头比较吉利。当天下午，一群人坐车从凤阳赶回江都，小珍就住在了阿林家。第二天便带着她买了衣服、金器等，并将她送上了回凤阳的车，让她回去准备结婚。一开始每天都打电话发消息，但是慢慢就少了。回到凤阳的小珍对阿林越来越冷淡，直到婚礼前一天就再也联系不上了。钱财到手以后，以种种理由啊，因为说对方的性格不好啦，家庭条件不好啦等等为理由，跟对方断绝联系。考虑到可能是彩礼引发的纠纷，警方准备找到女方了解情况。相亲的时候，阿林一家曾经在阿秀的介绍下去过凤阳，虽然没有小珍的具体住址，但是阿秀的住址还是明确的。派出所同志到那个女方媒人门上去的时候，发现这个他们家里面没有人在家，而且门也锁了。经过走访，警方发现阿秀有些古怪，经常有周围的老百姓上门来要钱，这个原因都是之前他帮别人介绍对象，然后事情没有成功，所以就这个男方家里面上门来要回这个彩礼钱。报警时，阿林一家认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纠纷，想请公安机关帮忙调解。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那段时间，警方接到的类似案件已有四起，报警人都是当地没能找到媳妇的未婚男子。多户居民反映，就是家里面去，通过媒人去找女孩相亲，然后女孩后来也不同意结婚了，然后家里的这些彩礼啊，这些花销都要不回来，所以说当时就报警求助。有这么多类似的案例，显然阿林的遭遇应该不是巧合。警方开始并案侦查。他们这几户居民家里面找的这个媒人都是同一个。给他们介绍对象的都是阿秀和凤阳媒人老方，受害人描述的相亲经历也都大致相同。这一系列的案件当中，被骗的主要就是农村里面以及家庭条件比较落后的，在当地找不到对象的，这个他总认为嘛，花一部分钱从外地找个女孩子回来结婚，这个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有这种心理，才导致于到最后导致于人财两空。他们以为这不是这个诈骗啊，当时所以说很多的受害人报警，一开始来公安机关报警都不是报诈骗，都是以报矛盾纠纷的形式来报警的。经过案件梳理，警方发现这几起案件的诈骗手法十分相似。在相处过程中，对方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相处，然后一段时间就消失了，无影无踪。那么等你这时候发现被骗了再去找，也对方都消失了，找不到。所以说这么多的这个情况我们综合分析下来，这个应该不是简单的矛盾纠纷，可能就是涉及到婚姻诈骗。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凤阳媒人老方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警方视线了，之前也有过搞婚姻诈骗的这个经历，而且当时他也因为搞婚姻诈骗被安徽警方列为网上逃犯了。综合以上情况，警方认定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掉进了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骗婚陷阱。初步认定这是一个以婚姻介绍对象为由实行诈骗的团伙。只是这些团伙成员十分注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众多的受骗家庭也无法说出有价值的线索。当事人的身份不明确，很多介绍的对象都是以小名字出现，而且这个团伙成员作案的时候互相交叉，所以给我们侦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案件的核心人物媒人老方的身份是可以确认的，警方准备从老方入手揭开这个骗婚团伙的真面目。后来我们把老方的这个照片提供给相关的受害人进行辨认，后来多户受害人辨认下来之后都跟我们反映，当时他们到凤阳去相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老方都是陪同这个相亲女孩一起到凤阳跟男方来见面的。出事之后，阿秀也已经离开江都回到了凤阳。在调查阿秀娘家的家庭成员关系时，警方发现阿秀和媒人老方原来是父女关系，很有可能是通过他的父亲老方在凤阳那边找的这个相亲女孩。警方很快对阿秀实施了抓捕，然而老方却狡猾地躲了起来。经过审讯，阿秀表示老方在逃期间一直还干着老本行，用的诈骗伎俩也是大同小异。作案的这个规律，发现他们正常跟男方碰头的地点都是在凤阳的这个汽车站附近，然后跟男方碰头之后，老方他们会把男方带到这个车站附近的一家茶餐厅跟男方具体的谈相亲的事情。所以说侦查民警根据这个规律，后来在凤阳的汽车站包括附近的茶楼进行蹲点伏击守候，后来通过伏击守候，我们在那个茶餐厅里面将老方抓获。民警调查后确认，阿秀老方介绍的所谓相亲对象其实都是事先找好的婚托，
经过调查，与阿林相亲的那个小珍确有其人，婚姻状况也确实是单身。因为当时嫌疑人所使用的这个身份信息，包括他们把男方带到自己家里面去看门户，他们带过去的家也是真实的地址，所以说当时也给受害人造成了这个迷惑。不久后，小珍在母亲的陪同下主动赶到公安机关投案。面对民警，小珍后悔地直掉眼泪。她说，那天陪自己去的那个人其实是自己的姑妈，另外的几个人则是经常带着其他女孩出去相亲的婚骗子。每次拿钱不是我拿的，有时候可能都是没人拿，多的时候七八千，少的时候一两千啊，几百也有啊。在遇见阿林之前，小珍就已经被他们领着先后三次赶到江都相亲了，就是出个面嘛，然后就是见面礼分钱，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的，就说万一不同意了就把钱退了人家，就这样。到本地相亲，无论对方家庭条件多差，这个男孩条件多差，都是一眼就能相中，哎，这个都要进行相处。在相处，他就提出了条件，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按照安徽的当地的风俗，要相处就要交彩礼钱，哎，订婚钱，还有这个媒人的红包，来回的路费，这个少的都有几千块钱，多的都有几万块钱。小珍说，事前他们就已经商量好，相亲时无论对方男孩的条件怎么样，他都只需要负责说满意，剩下的就由其他几个人与男孩家长商量，所得的彩礼由参与诈骗的人员一起平分。在我们江都的吴桥的一个村里面，曾经三个月之内连续相亲了两个男孩，诈骗了男子，这个在吴桥这个地方就诈骗了十几万。一旦彩礼骗到手，他们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再和男方接触，直到悔婚。就是他们发短信打电话我不怎么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然后就跟别人说，就是让他们过来处理嘛，然后就有的就是退钱，有的就没退。除了小珍以外，这个骗婚团伙还有众多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几个媒人都是三五个构成的对象，今天你和他组合，明天他和他组合，其中有的女孩在当地已经成家，都有小孩有老公，那么这种情况下人人出来相亲。如果把我换作是受害人的话，我也会去报警，我也希望你们抓到这就是骗我东西的人，骗我钱的人，我也希望你们把钱给追回来，让他绳之以法，让他坐牢我才开心。抓获的嫌疑人又交代出其他几起案件，牵扯出新的嫌疑人。截止到今年六月初，警方已查证属实并立案的骗婚案55起，涉案金额达到了200多万元。通过这一系列案件的侦破，我们也提醒，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大龄男孩，在这个相亲过程中，也不要轻易的相信对方，不能急于求人，一定要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再进行相处，也不要说按照对方的什么风俗习惯了，一次性的就付出了大量的彩礼，到最后造成巨大的损失。此外，这个骗婚团伙还属于家族作案，一般由母亲带着女儿负责相亲，父亲扮演媒人，儿子负责接送。在警方的抓捕中，甚至出现了好几起一家几口全部都被抓获的情况。以前看那个在家里看社会法那种法庭的时候，觉得这种事情一辈子都不会跟我有关系，现在看到那个开庭了，然后电视上出现那种法庭，就想着自己以后要站在那，很可怕那种感觉，那个锤子一敲你就要坐多久多久，感觉很可怕。作为父母，对自己的子女要做到言传身教，不能因为眼前利益既葬送了自己也毁了子女的前程。